哇，换了一头清爽的短发，因为我要下赛道。受福特邀请啊，去参加了 Mustang Day 的这个活动日，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七代的福特 Mustang 野马 2.3T 敞篷和硬顶性能版的价格也在当晚发布了。最终呢是这个价格也偏偏来到了我近期想换车的购买预算哈、啊、这个我就是想花40万左右啊买一辆这个纯油的这个性能车再去年轻一把再去爽一把。但是我买车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尽量还是一步到位，因为近几年一直在玩车啊，这个走了很多弯路，国内大部分的改装厂或者是修理厂没有工匠精神，纯骗，这里可以说是100%确定。因为这个结论，为了避免地区的因素，我当时在 Mustang Day 的这个现场，我沟通了全国各地无论是专业玩车还是爱好车的所有改装车的爱好者或者是 UP 主或者是专业车手，他们给我的一致答案其实都是很肯定的。所以说呢，这次买车就是一步到位啊，尽量原厂能给我满配就给我满配，因为我不想再折腾了。而且其次一点就是原厂给的永远是最好的，这点是毋庸置疑。原厂的工程师给你所调教的东西真的不是随便一个改装车店去外网抄抄数据就觉得自己是大神了，那完全没有可比性。所以话不多说，主要来今天聊聊这台2.3T 的这个福特 Mustang 的野马啊。首先呢，我先说一下个人来说第一次下赛道漂移 U 型弯甚至是漂移入库的感受。我呢可以说是现场唯一一个纯数码 UP 主啊，也非常感谢福特这个眼光啊。但是毫无疑问，我对于车的了解和自己的见解，甚至是我这个账号前30期在18年的时候就已经拍了30多期的改装车视频，大家可以翻一翻账号以前。而且我个人认为我改装车当时拍的已经也算不错了，当时没有特别的卷，但是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拍车其实对人力的要求，对这个天气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不像数码在屋里折腾折腾就可以了。然后呢，我言归正传，说一下这次的这个赛道日。首先呢，这次地点是在宁波国际赛道日，我直接搭乘了飞机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先是给你做了赛道培训，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先下赛道。我先体验的就是5.0的 Dark Horse， 这个车肯定预算超了嘛，但是5.0自然吸气的 V8 在目前国内在售车型来说，可以说是在新车里面性价比无敌的存在。那么有兴趣试一试，毫无疑问是非常的爽。之前自己一直在玩德系，玩这种涡轮车啊，其实你在入弯或者是在进弯的那种感觉，涡轮会给你助力一把的那种感觉，无论是出弯也好，提速也好。但是像5.0这种自吸啊，当你在弯心或者是准备出弯或者准备手打方向回正连同一起出弯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这种5.0大吸气的感觉就相当于你在吐气啊，它有一肚子的气，然后呢在你想要的时候就给你撒一点，你想要的时候就给你撒一点，而不像涡轮的那种感觉，它有一肚子气瞬间给你把它全部吐完，就已经没有给自己留后路的感觉。但是像这种5.0大四系的 V8 你在出弯给油和手共同掰正方向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车非常的从容，这可能就是大排量的这个从容。我下了赛道终于能体会到各个车评人所说的那种大 V8 的这种从容感，确实是非常的细腻。所以说呢，人生第一次下赛道直接就接触这种纯正的性能 V8 也算比较幸运。而且呢，对于出弯点刹车点这种感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生体验。然后呢，紧接着我在试了赛道之后呢，就直接去了这个漂移场地，着重试一下这个 2.3T。 然后呢，我漂移的场地用的车全部都是这次的敞篷车，然后呢我分别做了定圆漂移，当然定不起来，然后呢漂移入库没问题，有一次完美漂移入库，我都非常佩服自己啊。还有一次就是这个 U 型弯， U 型弯的话不算特别完美的，但是也差不多那个意思了。自己也感受到了和这个专业车手或者是专业车评人的一些差距啊，因为和我同组的就是杨硕老师，这个直接在发布会上表演漂移的男人，也和我一组。赛后呢，我也和他虚心请教了很多问题，但是呢，也自己知道了和赛车手之间的差距啊，但是不管怎样啊，其实我个人来说做了一些比较匪夷所思的动作，而且非常的帅啊，因为后期我在看我视频的时候，在正式开的时候没觉得那么那个，但是后期开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些动作难道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能做出来吗？我觉得这点对于第七代野马调教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确实好漂。这次他带电子手刹，我在漂移入库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手刹甚至还带一点线性，在漂移入库的时候，当你30迈的时候，车头往里一打，然后瞬间拉起你的手刹，而且这个手刹你拉到底和轻轻一拉，其实是有一种线性的制动的，它是一个电子控制的，所以说非常的奇妙，直接你的车身就起漂了，然后回正方向踩刹车。就是一个完美的漂移入库，我在试了5次之后，其中一次就是以非常完美的姿态进去了，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漂移啊，甚至是第一次接触漂移入库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相信这个车的调教确实还是不错，这个东西的存在确实要比以前的那种机械的手刹要强上太多，有了电脑的控制啊，确实是不一样。当然啊，我前面都说了这两辆了，我最终呢还是要说一下我自己想购买的这款 2.3T 的这个硬顶敞篷。我在扫车的时候其实也给大家看到了，我先说一下比较
较吸引我的地方，首先一点就是美式肌肉车的造型啊，无论你说 Pony Car 也好还是 Muscle Car 也好，它绝对是一代的经典，而且呢传承六十多年一直在更新纯油车的厂商还是跑车已经不多见了。最重要一点就是在这个价位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竞品，因为什么呢，它四十多万给了你一个跑车的底盘，给你了一个标准 GT 尺寸的一辆车，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帅。首先你要知道我已经玩过了2017年的 S3，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S3， 懂车的都知道一定是2017年的，说实话放到现在来说秒市面上所有的电车不成任何问题，因为 S3 不改不如推下海，大家都懂这句话。那么所以性能对我来说不算特别重要了，尤其在这个电车性能如此廉价的时代，所以这次换车很简单，一点可玩度，另一点就是要帅要纯粹。所以呢这个福特野马在这个价位区间，一是给你了跑车底盘，再一个就是颜值，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拒绝野马的外观和工业设计。很多人可能说啊，这个每次出新都说不如前一代好看，初五不如四，初三不如二，初六不如五，初七不如六，那初八肯定也不如七了嘛，对吧，啊，你们这键盘侠永远是不可能满足的。但是工业设计这个东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个人来说非常吃它这代的颜值，尤其是前面比较凶悍的灯，而且呢再加上后面后折式的这种箭头灯加上尾翼，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吃我。最重要一点还是原厂前六后四的布雷波刹车卡钳，原厂熏黑的19寸轮毂，加上贝戴利 PZ4 的轮胎，后厂原厂的大尾翼，主动四出的排气，而且是带阀门控制，直接可以在车机上选择四种模式，静音、标准、运动和赛道，再加上前面熏黑的中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MRC 的电磁悬挂， 3.55LSD 的后桥差速锁。毫无疑问，你作为一个改车来讲，我说的这几点你日常买回来自己去改需要多少钱。而且呢这次福特也说了啊，他这个选装的东西算是全球顶配了吧，你在美国也选不了。我有时候一开始不信啊，然后我自己去美国官网去选了一下，确实是在这个 2.3 EcoBoost 这个选项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GT 专属，是无法移植过来的。这次咱直接就把 GT 的这些外观套件面子上的东西直接移到 2.3T 上，所以说作为一个我来说想一步到位的车主来讲啊，真的可以说是比较对我胃口。那么至于这次的性能，毫无疑问全新的这个双点喷射的这个内构的重新设计，那么作为这个300来匹这个甜点的这个动力来说，作为后驱啊，匹数再大我真的是有点害怕，只能感受一下后驱的躁动和循迹性，而且还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所以说是比较适合我。而且这次的扭矩确实提升了很多，导致呢这次确实在起漂的时候我一使劲控制不好就容易 spin 啊，直接就是转向过度了。所以说这个大马力当然还是那句话，在日常马路上这个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次车给予我的这个配置来说，首先我是很满意的。再一个就是像这个雾灰蓝色，我最近一直在想把我的车啊贴一个这个关于这种雾灰蓝或者是青花瓷这种蓝这种感觉，而且这种低饱和度的莫奈灰这种质感。毫无疑问这次原厂车这个主打色就是这个，我靠，我真的是为我而生嘛。最重要一点还是内饰，这次多了一个连屏啊，很多人觉得这个连屏不是很喜欢，但是作为一个数码科技爱好者来说，大连屏给予我的视觉反馈是最爽的，而且可玩度最高。而且这次它这个主题页面也会有一些经典的主题适配，而且看的信息更多。但是有点可惜，就是它把上一代那种飞机拨杆的质感变成这种很简单的这种触控，可能是这次主打的配上连屏，它要的就是那种极致简约化的扁平比设计。所以说呢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一点是啥，就是在40万级别这个燃油性能车里面，我研究过 M240i， 研究过 Type R， 然后呢也看过 A35， 这个两厢的 A35， 然后呢也有 S4， 可以说这四款车可以算是这个价位里边我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而且这些车我全部试驾过之后，基于我的感受就是，首先这些车全部都是家轿改的嘛，其次就是这些车都不是跑车底盘，再一个就是这四台车非常的不帅，而且呢最重要一点 M240 因为了国六 B 的排放，它把 3.0T 的 B58 这款车型它的排气声音会做的那么的小，甚至都不如这台 2.3T 发动起来的声音。而且最重要一点说到这儿， 2.3T 的这次野马它有一个这个油门直接在外面用遥控器控制，直接就可以启动，然后呢通过快捷键组合直接可以拉高转速，拉高转速非常的高，而且这个在地库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享受啊。一下，两下，怎么样？
原厂带点回火，而且满足国六 B 排放标准。这叫啥？这就叫可玩度。现在在这个性能廉价的时代，可玩度是啥？已经不是傻快了，因为我已经玩过傻快了，到现在也没有傻快过我的。最重要一点，而且也不是说什么出弯入弯这些东西，你在日常的上班族来讲，你是感受不出来的。只要这辆车调教的精准度有上升那就完全没问题。所以说像这种极品飞车游戏引擎的这个仪表切换，这些面子上的东西，这些主动四出的排气，这种遥控声浪，这才叫可玩度。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样子。而且呢，这次整体手感我在试驾上相较于前一代来说精准性高了非常多，可以说是完全两辆车啊。我不知道福特这个平台变没变，但是我个人来讲，这辆车无论在整体外观还是整体驾驶上，已经不再是有点美式为了他们那种超长公路而做的大 GT 了啊，反而是已经偏向了一点欧洲车的精准度再配合上它美式本来就很占优的配置和外观设计，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键盘值很高，而且呢比较水桶。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价格，那么给出了这个初始的首发价38万多，我一开始猜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加量不加价，虽然说你这次诚意很足，但是还是那句话，新品更新你不更新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对吧？既然更新了之后，价格我觉得应该会维持之前的价格。以前呢会有两款配置，低配和高配，这次正好在低配高配的中间，38万多算是39万吧所以说四落地40多万也算我的预算。那么这款车如果在后期终端的话优惠个4-5万，指导价直接落地，我可以这么说，这辆车在这个价位没有任何可比的车，比它性能再高的车，再激进的车没有它帅啊，比它帅的车没有存在。所以说就是这辆车确实是还是比较对我胃口，所以我也看看啊这个市场区间如何，如果价格合适我就直接把它拿下整体来说这次 Mustang 的这个活动，我个人来说算是对我人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验和尝试，算是第一次。无论是下载到漂移配合上这辆自己喜欢的车，确实是一件比较不错的事情。还是呢，能在这个时代买一辆不加电机辅助的一辆新车，确实应该为这样的厂商竖大拇指。其实我个人来说，一直是喜欢为一些这种不断坚持自己个性，或者说不为这个大环境所动的一些厂商，我会花钱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厂商不随大流不随波逐流，一直是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很有幸能在这个时代依旧还能去 4S 店毫无避讳的说给我来一台纯油的性能车。我想这句话可能往后会越来越少，但是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抓住这个时代的尾巴，一定还是要让自己爽一爽。后期呢，如果价格合适拿下这辆车的话，我肯定会做一些长期的使用体验。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帅阳，依旧是在做改装车的帅阳，我们下期再见。